月26日，范冰冰美容院开业剪彩，李晨、范丞丞、马苏、张钧甯、胡丁、安普等众星现身支持。从网友晒出的开业现场图看来，该美容院外观奢华大气。范冰冰美容院开业多名网友晒出了范冰冰北京美容院开业现场的视频，范冰冰未婚夫李晨、弟弟范丞丞、好友马苏均现身支持，范冰冰本人未亮相。